随便挑。你们这边有没有那种就是后劲儿很大的酒？后劲儿很大？嗯，是不是还要很能助兴那种？这是我珍藏多年的，不助兴您找我，徐冠一，就是有点贵，钱不是问题，还得记得一定要保密哦。OK， 我懂。谁啊？酒店服务。我没叫酒店服务啊。林先生您好，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，为了庆祝节日，这是我们酒店特意为您免费提供的酒水，希望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，加油啊。可以啊，送进来吧。当当当当，你的酒店服务到了。哇，阿泽哥哥，这是你特意为我准备的吗？当然了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。云小姐，嗯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 And I hate that you can't be up front. Try to play it off, but you try too hard.